其實呢啲好簡單，自己做得噶啦。因為最緊要你係選板個問題咧，唔好揀啲實木，揀啲複合板就易上手易做咯，係啦，即係工具少嘅。大家咧，如果屋企有底板咧，就唔需要揼嘅，因為我哋揼嘅底板嘅意思係我哋想去平整啲，同埋咧鋪啲無縫地板嘅時候咧，等佢唔會有咦聲嘅感覺啫。始終會驚個木同木都會有啲聲音碰撞，我哋都會加啲珍珠棉去隔防咗潮啦，同埋可以隔咗啲聲嘅。複合板扣板咧，其實有兩邊嘅，一邊就弓，一邊就乸啦。突出嚟嗰個喺下邊，係啦。咁我哋咧將佢兩個拍埋一齊，咁扣埋，拍翻埋已經係 OK 噶啦。都係香港灣仔啊、旺角啊，可以去嗰啲木板鋪嗰度選購啦。咁可以摸得到你係最中意，因為有時咧面嗰方面咧，有陣時係鞋手啊、滑面啊，你都要去揀嘅。因為上網你睇唔到鞋面定滑面。